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游戏频道，我是史莱猫，今天来玩《圣灵之光二》，那晚点才会开始玩这个《马里奥 3D 世界》啊。我们先玩一下《圣灵之光二》啊。这边说，墨水沼泽里有圣殿，是这个吗？哦，这应该要先装备这个，不是燃烧，精灵重击，精灵重击可以破坏易碎的地面啊。哦，像这样吗？然后我再换回来吧，弓箭不知道会不会用到。这是要干嘛的啊？这里为什么需要爬这个啊？按 Y 进入战斗圣殿。被自己撞死啊！碎片栏位升级了，现在你能一次装备更多碎片了。找到更多碎片栏位升级，来装备更多碎片吧。哦，哎，还可以再挑战一次，是不是啊？哦，终于打完了，好爽啊，好好玩啊！这是战斗圣殿啊。哦，可以多一个槽位了。那我现在是什么磁力，然后吸盘、钢镜、
暴击伤害吗？好，我可以先放这个朝气蓬勃啊，可以多两个生命核心。好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可以点个喜欢，那也可以订阅我哦。我是史莱猫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